中线处理一下，先打个一，等个技能 CD。往下抓，发起进攻，发进攻，发起进攻。他们家的伽罗半血，二技能控住，一技能 A 一下，打个一头，还剩一格血。哎，怎么说？哦哟，可以可以 ，nice。再买个回蓝项链，再买个魔道之石。先打个一啊。再等个一技能，走，哎，往下抓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哎，你不吃线吗？啊，这黄忠你不吃线吗，大哥？请求集合。我靠，发起进攻，兵线你都不吃，发起进攻，太任性了。哇，赵云好帅，东皇，好好好，我挑东皇双杀，我心中线，先等个技能 CD 啊，先打个一，大招二技能走 A 一下，再 A 往上抓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先买个回响之杖啊，二技能控住，一技能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大招已经好了。别急，我等个技能 CD， 先打个一，哦哈，闪现拉开位置，稳住稳住，中路血包再吃一下啊，发起进攻，上路程咬金看能不能抓啊，芈月也是个残血，我直接拿下，程咬金来单挑，王八蛋来单挑，谁怂谁是狗，我只能说来，你不是挺嚣张吗？怎么跑了？我先把上路线处理了，先打个一，等个技能 CD 啊，不要急，等个技能 CD。下个赛季好像中路改动不大吧？你这个赛季妲己怎么打？你下个赛季妲己还是怎么打呀？对啊，你无所谓的呀，打没怎么改，下个赛季中路改的主要是辅助这个位置，对，改的都是辅助这个位置，打个一走。往下抓，下路两个残血，我看能不能杀啊、嗯。再买个大棒啊！上路的话，赵云的位置先不看，我先把这个猪猪拿了。OK， 再买个帽子啊，打个一，大招二技能走。再打个一，先走。我靠，阿珂都不隐身的吗？这边我们先吃个血包，哎，吃完血包往下头抓。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。丢！哦吼，没打到。先回中路，先回中路。还差八百帽子啊，还差八百帽子。我先把中路线那个龙给清了。先打个一，大招二技能，差六百帽子。发起进攻啊、对，下个赛季兵线确实有调整啊，下个赛季好像是是这样的啊，兵线是怎么样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赛季的兵线它是中路的先到啊，然后下个赛季的兵线呢是三路一起到啊，就是三路兵线一起到，我先清中线啊，还差五百帽子，我先打个一吧，走，往上抓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差三百帽子啊，差三百帽子，回中路，马超消了，然后那个红莲斗篷调整，梦魇增强了，梦魇增强了，梦魇增强跟妲己有关系吗？没关系啊，你梦魇增强的有关系吗？跟妲己有毛的关系啊？我妲己又不是梦魇的，先打个一，有帽子了，大招。往下抓，发起进攻，注意赵云的位置，还有甄姬的位置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二技能控制，打个一走，甄姬差半血，我看能不能杀啊，中路线我先处理一下啊，先打个一技能，我再等个技能 CD， 大招直接闪现，好，然后再往这边抓啊，这个卖了不要了，
直接大叔。程咬金的话只剩三个血了，我们先不管他，先听见。可能中路下个赛季不好支援了啊，可能没有这个赛季那么好支援了，因为下个赛季三路兵线一起到了，可能你在清线的时候别人也在清线了。嗯，下个赛季可能打法有点改变啊。我现在说不清楚，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清楚，我只能下个赛季给大家先玩几天再说吧。发起进攻，哎，请求集合，哎，你就跑啦，哎，不是吧？上路三个，我先杀上路吧。发起进攻，大叔，哎呦，可以 ，nice， 666，还差400大叔啊！我先往南区走，再等个二技能大招，走 ，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啊，走。回中路，中路线我再处理一下啊。大招，发起进攻，看看芈月能不能杀。哎，我这个装备起飞，我说实话，8000经济，我直接二技能控住，直接秒。还有大招没关系，让他大啊，大完了就是他的死期，你懂是吧？大完了就是他的死期，回中路。现在还差一个修法杖，这把剑靠。发起进攻，先回中路。发起进攻。看看真迹能不能杀啊？哦，伽罗一丝血，赵云要多我，先打个一。阿克有点呆，说实话，这阿克，哎呦，都傻傻的。吸到了，先杀一个。大招，程咬金残血，好，可以。我再等个技能 CD， 一技能大招走。这边中路猪猪靠一下，打个二，再打个一，往上路走，中路先处理一下啊。发起进攻，我把这个猪，把这个蜥蜴拿一下。完了，我没了。请求集合。哎，对面怎么那么聪明啊？我的队友怎么这么笨啊？给他秒喽！啊，给你秒了，程咬金，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吗？我感觉我可以拿个家里的蓝 buff， 有蓝吗？哦，有人在打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哦，伽罗，那一个闪现把他秒了，合理吧？一个闪现秒伽罗合理吗，兄弟们？我觉得挺合理的。完了，赵云来了，我看。看什么看啊？谁让你看我的？都说了，走在路上别看美女，你不要看美女，没了吧？我真服了，一天天的，我好看吗？啊！让你别看，你非要看，没了吧？还是个程咬金啊！程咬金要复活了，我看能不能把他杀了。发起进攻，再把他杀一遍。一丝血。走，这个猪猪拿一下啊！红，要不要红红？哎，黄忠要不要红红？不要拉倒，我要了，我懒得整了，太磨叽了。哇，直接秒呀！我靠，伤害拉满，这个塔点了还能听得见。打个一，大招，控一下，哎，走，中路线靠过去啊，看能不能再杀一个。赵云来了，赵云可以直接秒的，二技能大招一拳直接秒，真的不知道脆皮两个字怎么写。我先清中线吧，啊，先买个复活甲，先把中路线处理了。先走，哎，甩个大，请求集合，看能不能再杀一波啊！哇，这芈月好嚣张啊！这芈月，我受不了了，跟我去死吧！有蓝吗？没蓝。我现在需要个蓝 buff。还剩两个程咬金伽罗，二只能控制一根针鸟，跳走了。点塔，发起进攻，队友点塔，对，点塔。啊，来，还有谁？给你看看小妲己的伤害。我靠，不知天高地厚。这个蓝 buff 拿一下啊，二一 A 一下大招。再等个二，
走，秒掉，往下抓，这波线处理一下，整个技能 CD 啊，走，感觉可以反蹲，说实话，他们家谁复活了？甄姬，蹲一下，回中路啊，我感觉我可以拿个龙。还有半血啊，肯定可以杀，快拿快拿快拿，走，发起进攻，发起进攻，直接秒能一波了吗？我都杀了20个了，能一波了吗？真姬一丝血，手里有兵线，发起进攻，我只能说拉满，真的，我靠，拉满了，哇！